聊天室，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好的，我是今天呢为您服务的服务生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包厢是那个国誉，那大家已经就定位了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要拉。我天。请进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包厢是非常大。我们今天人数总共有几个？15个吧，15个。好，那旁边这边还有一个沙发区。这边呢，就是你可以可能吃完饭之后，可以坐在这边稍微聊天一下。而且这一间包厢，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厕所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来，我们进去女生厕所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一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厕所非常的厉害，是因为它这有个无敌夜景，可以带近一点看一看。对，在这边上完厕所是不是有一种非常闲情逸致的感觉？而且它还是用这种免治马桶，因为这边我觉得空间很好，是因为第一个是它的隐私度很高，隐私度很高，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包厢。但是一般对于包厢来说，我们人数比较多的话，其实会觉得很拥挤。但是这边我们放15个人，你看还可以跑跑跳跳的，是非常不错的地方。好啦，那就是今天这边的介绍啦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现在要做一个非常就是很衰的事情，就老板不是我，但是要发红包，到底为什么？但是还是得做。我也有吗？你不是正职啊？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就只有正职。对，但等一下你们有抽奖 ，OK？ 你们有抽现金，我们不抽那种礼品，我们抽现金。老板，谢谢。你要说一个吉祥话啊！新年快乐！这个很像只有我没有十大寿。不是，祝福公司的话。哦，祝福公司的话。好，没有下一位，好，没有下一位。哇！快乐，老板。没想到我也有。是开工大吉。开工一定要大吉，一定要大吉。其实他可以自己拿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公司的账是他在。我直接拿那个提款卡直接取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而且你知道我今天领钱领到自己卡被锁，因为忘记密码。到底？你们老板包多少给你？他们不抽的。哦，开工吗？你开工大吉，你们老板包多少给你？1000。1000。那基本都是 double。哦哟。谢老板。你拿这个好了，因为是卡地亚给那个。好。因为你不 care 红包袋，女生我都用卡地亚的红包袋。好。好。卡地亚老板。啊，就是一个牌子。你要不要说几祝福的话？祝福的话，就祝阿菜努力一点。Hello，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哦，好，我是阿强，就是阿菜的剪辑师，正职的剪辑师。对，因为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那种就是全体一起抽奖。我两个都要。你说下次我要准备礼物跟现金，好，我下次会准备礼物跟现金。有人有奖吗？这次我是不知道，因为不是我弄的，但是他们的 idea 是这样子。不过下次可能会找一些厂商赞助礼物之类的。哦，宾士啊 ，BMW。宾士我们毕竟有合作过，所以我可以试试看。他可能说好，我送你宾士的抱枕。宾士模型。然后他现在弄完之后，这次是我要剪，是不是？总共有10包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抽的话是用这个钱抽，因为怕人家会觉得说摸那个厚度大家不公平。我们还有厚度哦、喔，有厚度，有点东西哦、喔。谁开始先？辛苦的工作人员啊，就你啊，你最辛苦了不是吗？萝莉先，萝莉，你跟萝莉最辛苦。你要先抽还是后抽？你讲。后抽。好，那我们从那边先。Let's do it。哦，你没有解释给他听啊，橘若。
We have ten, and here have ten. And we choose number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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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And one and one and money. Okay. Got it. Got it. Yeah. 好，来，我们先给辛苦的片师抽。我们从资历最久的先。片师 PC 吗？嗯 ，PC 你差不多快两年了吧？啊，对，你们就拿来，然后抽一个。哎呀，好离手。他现在很紧张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他确定哦。你要确定哦。要不要换？给你个机会。五号，现在开吗？现在开，直接开。来，五号，这是五号，新年快乐。你要给镜头看。新年快乐。他是骗师，他应该很知道怎么做。五号。为什么我也很紧张啊？因为你很怕被抽走啊。等一下。多少？1000，排好。耶。OK， 谢谢。来。平常都在排你的抽奖的，终于换我来抽了。哦，终于换他来抽了。你又没得抽。只要3号，三号啦，嗯，三，这里感觉饱饱喽，有吗？我觉得，哦，我会痛到怎么这样子？1000，三个1000，你要确定哎？很看的，多少？2000，耶 ！OK， 2000，痛哦。有没有觉得心里怪怪的？他们已经1000、2000，然后就3000，应该不会更惨吧？最低的1000。下好离手，快点！这时候是该吓他的时候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9号，哎，这是6还是9？九吧。有底线上。哦，九号。你很凶。压力很大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大包哎。真的吗？这看起来超大包的哎。哦，这个太厚了吧。多少？1万块。不录了。不录了，你现在心情不好对不对？还有，你们先冷静一点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不要换？换什么？一是 I 吗？为什么一还要底线呢？我来，我有点忙，一感觉就不行。来，你这个，他现在看到1000，他很不高兴。多少？2000，2000很好啊，有钱呢，还不错。谢谢。啊，摄影机拿回去啊，好可怜哦。Who wanna do it? You? Are you lucky? You do it. Yeah. 你说你啊。普通，等一下就是骂普通的时候了。普通。你是不是也不 lucky? 圈。四。哦。来，你先进公司，你可以选择。来，先进可能会比较好。那然后对，我可以先选好了。反正怎样都一样死。没有啊，因为我运气很差，一直你的运气很差。你说你抽东西运气很差，非常差。那有没有厂商可以找我们徐玩一下那个游戏抽卡，让他看看什么游戏可以就是最欧洲最佛心的公司？魔法小卡。第二高是多少钱？不跟你说。是什么？七。七耶。来，感觉是一张纸。你怎么不凶他？他不敢凶我。我不敢。对，我是毛毛的一张纸，我就说吧，我他一张好不好？一张纸又走了，太好了耶。来，换我了。换你了。等，十是最后第四包。哎，摸起来还不错哎。是吗？我觉得可能是红包袋。你说只有两层红包袋？不要那么绝望，好不好？有了，他多两包10000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要2000而已。好，
再来换我们的小罗。哎，罗大哥，刚刚听说还有二奖，对不对？二奖，你抽到吧？只剩三张纸。你最近三分之一，33%。举弱抽三。你最近有点背是不是？不可能啊！来抽出来，要不要换？还没开。不用换了。六啊，六，3000块吧，刚好除二。嗯，真香。嗯，没有，好像只有1000。好，保证。我感觉的。哎，下次要离做巨蟹座远一点点。巨蟹座不是最强运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没错，鬼子直觉。你要最后抽是不是？2跟8，剩2跟8。反正就2000、3000的意思哦。1000、2000。等一下，水瓶座不要那么解嗨好不好？你要来跟他欧拉吗？你要欧拉吗？我想这动作只有百姓做出来，其他应该没办法。八。无限。还想无限？8了8了。怎么可能让你拿3000？哎。哎，多少？1000。哎呦，卖假啦！你现在是在逗他？你够假啦，够假无毛。你看，他现在很哎呦，不是说1000只有三包？他就自己开啊！你要开是要开一下数字，告诉我没作假。错了三包，三包不是被抽完了吗？他用的 expectation 不是最大才8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没有人理他。看一下啊啊！不是说1000都被抽掉了吗？就是你希望今年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成就之类的？哦，希望今年大家可以越来越茁壮，然后天才娱乐可以赚来越来越多钱。那就希望有多一点厂商可以支持我们天才娱乐的旗下的艺人们，大家都很会玩游戏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这个春酒是的，就到这边圆满结束了。大家还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，帮我们 share 出去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耶！下次见，拜拜。我给小罗看一下，来，眯一下，眯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眯一下，眯一下。怎么样？啊，我知道你们数字写法不一样，那是6啊，不是吧？让你们眯一下。那我一个要求，你让那个人眯。好，阿强。先不要骗你哦。等一下，让我这边。没关系啊，被骗也没关系。等一下，要不要眯一下？要不要眯一下？好，好啊，我看一下。来吧，来吧，给他们一起。我还没有看。快点的啦。不要，应该是8。一，耶！哈哈哈哈哈！1000块翻啦！谢，康桑咪达。还是我现在可以不认账？康桑咪达，你是8吗？我是8。你8是1是吧？我不认账，我不认账。1、2、3、4。哎，为什么4？不是64吗？刚我们不是说64吗？抽中的人代表你运气好，要少掉1000块。好好，5。哎，你看他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真的放回来了，我真的放回来了 ，OK 吗？哎，哦，还是少，还是少，怪怪的，真的5了，真的5。是啦。阿凡，啊，请问这个东西好喝吗？不好喝。我刚以为是爱玉。结果喝完发现他跟我说是洗手的，然后你还问我说好不好喝，我真的以为这是柠檬爱玉啊，对，很像啊，超像的。上次都这么讲了，这明明就很像柠檬爱玉。